庆幸。不要这么低调，等一下要不要连就是那个 Seven Heaven 的电池？是啊，那个欢迎大家寄送礼物到那个这个电池。不要那么低调，不要那么低调。好，那凯凯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。那我要学谦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三重的台台。好低调。等一下，有人拍照说这好像很多有。对啊，好，那小样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台北万华。太好了。小样 ，Hello。好，大家都介绍的非常仔细，只差那个家人的那个姓名都没有报出来了。等一下身份证全部哦，我的身份证之后是汇款账户是，然后密码是，全部都讲出来。好，那。我想稍微访谈一下好了，像谦虚，你今天在摊位上有没有什么很推荐大家、值得大家购买的互动项目？就是我跟凯凯今天有卖的现场百合牌，对，就是我们两个会一起买，跟你把你夹在中间，对不对？把你夹在中间，我可以当那个你，然后你们示范一下给我看吗？可以啊，现场我来帮大家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看值不值得。我是这样站的吗？对对，是这样站。可是我们有抽选项目，对，我们有特别的互动，抽选的特别，对对，是看大欧气，就是喂食啊，然后还有做腿上啊什么。那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奖品吗？两个贴你？对啊，那你们可以贴我吗？我想知道到底什么程度。就是其实就是大概，就医院有一半机会会抽。对不起，平常没有在练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，没错。对对，差不多。还有喂食。对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小燕，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？我来站在你旁边好了。值得推荐就是你们想要的应该都有吧，应该都点得到。怎样？想要的应该都点得到？请问你是Uber Eats吗？那我可以点牛肉面吗？这个你可能要等。去钱柜吧，我觉得。那如果是像做大腿这种，一定有，一定有哦。所以你的那边的菜单其实是没有的，然后其实是用喊的，就是你想要什么给我点菜，老样子这样。啊，老样子，老板娘老样子。一个菜单，哦，算了，你菜单没有，对，不菜单，食堂的概念。说，我今天想来一点做大腿，老板有办法帮我做吗？对对对，我今天的预算是2万块，请问老板可以？老板的预算哦，2万块就帮我配菜吗？对对，可以帮我配菜，龙虾。好，直接给你一个宴会美女。啊，我只有给你10块，是什么样的菜单？出去。太过分了吧？好了，那我们把大家请到这边来，就是要给大家拍照嘛。那我等下就让三位对着前面的摄影师朋友们，然后摆 pose， 我给大家，因为有三个人，我给大家30秒，那好拍照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帮你们先拿一下那个麦克风，避免让你们拿这一根做动作。等一下，我不是。